日井饭品牌金子饭之助登台二周年再获日本天井金赏双喜临门，宣布即日起至12月1日推出升级套餐、加购味增汤等回馈。金子饭之助登台满两年，自2014年、2015年、2016年间拿下日本全国井联盟天井部门金赏，登台之初吸引民众排队热潮，今年7月插旗信义商圈更突破100万碗销售量。金子饭之助于2017年在以江户前天井、上天井、天井蝉联天井部门金赏四连霸，欢庆双喜临门，11月13日至12月1日内坐店为丰北车店、星光中港店及星光信义 A8 店，平日前50名点购江户前天井可以19元加购升级套餐，含特制味噌汤、柚香雪落、二林口 Metzlaugled Hawk 三井店，则是平日全天候点购任意天井即可加购10元享用特制味噌汤。日井饭品牌金子饭之助即日起推出升级套餐、加购味增汤等回馈，图金子饭之助提供分享。